Now let's move to page 66. 66页, Dr. Dino. 好, 来谁的, whose versus whose, 傻傻分不清。 好, whose, 诶, whose, 这两个字念起来都一样耶。 好, 那可是意思差很多。 好, 我们先听一下, 这个, Dr. Dino 的讲解。 好像没有答案耶。 好,那老师说, 来, whose and whose, 听起来一样, 用法却很不同, 哈, whose 是 who is 的缩写, 这个在我们三年级学过, who is he, who is she, 还记得吗, 有没有? He is my brother, she is my mother, 好, 三年级的哦, 所以 who呢, 这个字, 看到这个字就知道是问谁, 那你回答可能就是关系呀，哦 ，He is my brother， 啊，或者是直接就讲，哎 ，She is Irene， 讲名字，好，直接讲名字。好，那我们这个五年级学的这个 whose， 啊，是问谁的，它后面一定要加东西 ，OK， 后面一定要加东西。好，那这边还有问句，你看这个。 Who's he? 他是谁? Whose cap is this? 好，你比较一下这两句， 对不对? 他后面这个whose 就是一定要加东西， 好，cap东西， alright?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动画， 好，这个动画， 得多练习， 请你跟着念， 好，加深印象。